大家好，我是一个魔法师。被霍格沃兹录取的那一天，天气很好，是猫头鹰信使来给我送的录取通知书。当时天上甚至出现了七彩祥云，猫头鹰信使跋山涉水，所以有些埋汰。去了魔法学校之后，我就学会了飞行，我还得到了一根魔杖，虽然是罗恩的。有了魔杖之后，我用它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家。给我搬，家一下子就搬好了。庆祝一下，这是我家，这是我们家的头等座，这是我们家的二等座，这是我们家的硬座。来玩的客人会按照身份来选择座位。我还买了两个香薰，一个是桃子味的，一个是柿子味的。我要把它们一个放在主卧，一个放在次卧，这样我的房间就可以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这是朋友送给我的防狼喷雾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因为我妈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只狼就是我这只白眼狼。不知道大数据是不是听到我说什么了，他给我推送了这样一个视频，居然是罗恩和许昕的混剪。大数据你偷听归偷听，但是罗恩和许昕，这不离谱吗？看完之后我只想说，我也要，嘿嘿。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，下一秒你在上海的Mojito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股火。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，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